元璋盛具，令心正固。这个是最后第一二色坛，叫我们得正果的利益。愿是圆满，将是明显，一丝毫隐瞒都没有。圣句是说明西方世界依正庄严，都是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心外之法。咁呢个同一切大成圆顿经教里边所讲嘅完全相同。由此可知，佢确实有理论嘅依据，佢唔系随便讲出嚟嘅，佢确实能令我哋深信不疑，因为佢系自性本具嘅。正所谓唯心净土，自性微陀。正因为佢系自性本具，我哋一定可以净得。令我哋修学往生正果，更加深咗信心，深信不疑。从呢个地方真正奠定咗，我哋将呢个道理，将呢个事实搞清楚啦，当然就不疑惑啦。凡系疑惑，系冇将呢一件事实搞清楚，咁就产生咗疑问啦。疑系菩萨大障碍，何况我哋凡夫对菩萨修行正果都造成障碍。我哋凡夫如果有疑障喺我哋面前，呢一生往生就冇指望啦。所以牛耳大师点解要作要解，莲池大师点解要作疏抄，佢哋嘅用心都系帮助我哋断疑生信。而真实甚深嘅信心，发愿持名，咁至系不思议嘅功德，咁至系得生唯一嘅条件。所谓系具足三资粮，咁呢个系说明呢个两个有字喺呢度有咁深嘅含义，咁广嘅利益。咁到呢个地方系一段，下边呢系末后一段，为我哋说明说法庄严。这个法喜序里边
三件事情，先介绍西方世界的环境，再介绍西方世界的人物，最后介绍我们西方世界那些人在那里做些什么事情呢？请掀开经本第二十四页，二十四页倒数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第三个字，睇起。今现在说法者，简上依正而有，非过去而灭，未来未成，正应发愿往生，亲近听法，促成正觉也。咁呢一段经文，呢、这个系《法起罪》里边嘅第三段，说明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佛同大众佢哋喺度做乜嘢啊？呢个嗰边咧，法会啊，系非常嘅殊胜，唔系我哋能够想象得到嘅。今现在呢两个字非常重要。今就系讲今时，讲今时，说明佢唔系过去，亦唔系未来。咁佛应我哋世间众生嘅根基，我哋娑婆世界众生嘅根基系以根聚灵，好似呢个文殊菩萨喺灵严会上同我哋拣选。圆通此方真教体，亲近在因文，我哋无始劫以嚟就喺娑婆世界呢个六道里边轮回，冇能力超越六道。呢个不能超越六道，就系冇能力超越娑婆世界的范围，从未有超越过。咁娑婆世界的人耳根最利，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利，睇嘢睇唔清楚，佢一听就听明白了，呢个是耳根最利。因此佛说法呢，就是用音声为教体。咁呢个是无量劫嚟嘅分集，就系用耳根用成咗习惯。呢个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哋呢个习气仲喺度。咁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要点样教导我哋呢？仲系要说法。我哋喺大经里边知道，十方世界无量众生，各个地区的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有些世界的众生眼根利，你跟他讲讲，他听不清楚的，听不明白，不能开悟，你这一表演他一看就开悟了。那有些地区呢，好像这个佛在经上讲的香积国，这个世界的人他是舌根最利，所以佛在那里说法呢，就做出很多美食给他们品尝，他一吃就开悟了。这些是以香饭为佛舌，所以是六根呢
都能令人开悟。呢度根当中边一个根性最利？我哋系二根最利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系49年讲经说法。我哋中国孔老夫子呢、这个一生教学，亦系以呢个讲演为教学嘅方法方式。所以我哋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系六尘说法。咁换一句说话讲，无论边一种根性嘅人都得利益。呢、这个经上特别讲今现在说法，系释迦牟尼佛为我哋介绍嘅，因为我哋以根聚利，佛同我哋说法，咁我哋就欢喜啦。所以讲佢现在说法。这个不但佛在本经这样的介绍，其他经典里面亦曾经提过，好像这个大云经里面，大云经里头亦有这个讲法，讲西方世界有国名安乐，这个安乐和极乐是一个意思。佛号无量寿，这个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，亦讲到啦，今现在说法，亦有呢、这个，亦有呢个讲法。咁呢一句系非常重要，我哋唔可以疏忽。佛家时常讲，人生难得啊，佛法难闻。得人生非常唔容易，喺呢个六道里面，人嘅寿命唔长，得人生嘅机会非常困难。六道里面，我哋从佛经典嘅介绍知道天道嘅寿命长。好似经常时常讲，从我哋人间往上去，你第一层就系四皇天。四皇天嘅嗰个地方嘅时间呢，四皇天嘅一日呢，系我哋人间50年。我哋人间50年系佢嘅一日，亦照一年365日咁样计算法咧，佢嘅寿命系500岁，可见嗰、那个寿命就非常长啊！500×360再乘50，都利天寿命就加咗1倍啦。都离天的一日是我们人间的100年，他的寿命1000岁。越往上去，寿命越长，福报亦越大。这个下面三恶道地狱的寿命，实在讲不可思议。过去这个台中李老师办的慈光讲座，他编了一份教材，是将佛法介绍给初学的同学，叫佛学14讲。那14讲里面，他介绍这个地狱，地狱讲法很多，取比较容易懂的来讲，
地狱里面的一日是我们人间二千七百几年。我们中国号称五千年的历史，在地狱还未到两日。地狱寿命那些真叫万万岁啊，所以说非常非常可怕。佛在楞严经里面讲地狱讲得特别详细，原因就是叫我们要提高警觉，决定不要做地狱人，因为地狱入去容易，出来太难太难了，他这个时间太长了。这个饿鬼道的时间亦很长，鬼道里面的一日是我们人间一个月，他的寿命有几千岁。所以民国初年，章太炎老居士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，他是活人，每个晚上到阴曹地府去上班的。朱镜就老居士跟我说，是这个是章太炎，是他的外父，他的外父。咁佢係喺呢个轨道里面仲见到唐宋时代嘅人。时常读佢哋嘅文章，喺轨道里面仲见面，仲碰到，仲讨论文章。所以可见得唐宋嗰个时代落到轨道，轨道里头依家仲喺。你睇个寿命几长。这个畜生道好如斯，亦有好长寿的，亦有短命的。这个命虽然短，它如斯，它执着那个身就是自己，所以死了以后依旧变这个畜生身。佛在经上讲这个奇树给孤独园，那个时候见这个精舍的时候，佛在地面上看到一斗的蚂蚁，佛看了之后就笑了。弟子就问佛为什么笑，佛就说你看那个蚂蚁，那个蚂蚁大家都看到了，这一斗蚂蚁曾经经历七尊佛过世了，他还未离开蚂蚁身。不是说他寿命那么长，死了以后又到这个斗，这斗里面做小蚂蚁，生生世世做小蚂蚁。我们想想，就算是一般的讲法，一尊佛从修行到成佛是三个阿僧祇劫，七尊佛就是二十一个阿僧祇劫，他还未脱离蚂蚁身啊。如此执着到了极处了，这个原因就是执着。总认为那个是他的家，认为那个形象就是他的身体。坚固的执着，所以没办法转其他的这个身形。所以这个是说明六道里头除了人道之外寿命都很长。因此佛事上叹息，人生真正难得。为什么特别讲人生难得呢？因为六道里面能闻佛法能够觉悟的，确实印度是第一。因为天上呢寿命长福报大，
佢将呢个了生死脱轮回冇咁重视，佢冇受过几多苦啊，所以佢好唔容易觉悟，沉迷喺欢乐嘅环境里边。俗语时常讲：富贵学道难啊！佢唔愿意学佛。你睇富贵人家，纵然学佛，佢亦带咗富贵过一份呢个气质，到咗寺院庵堂，仲要摆出佢嘅派头。咁听经说法，佢绝对唔留意。佢要乜嘢呢？佢要做佛事，上上香，要企喺人哋嘅前边搞呢啲玩意。呢啲实在讲，对了生死都不相干啊！充其量收一点福报嘅咋。富贵学道唔容易啊！三恶道太苦啦，所以话贫穷学道难，畜生愚痴恶鬼悭贪恐怖，地狱就更加唔使讲。所以话三恶道学道唔容易，非常之困难。咁印度呢，就好似小康之家，苦系好苦啊，苦仲有一点乐啊，亦唔系似呢个恶道，呢个咁样嘅苦藏，佢仲有一啲休息嘅时间，因此印度系最容易觉悟嘅。佛在一切经典里面讲，示现成佛利度众生，一定是在人道，没讲天道有这个示现成佛的，亦没讲三恶道里头示现成佛的，示现成佛确确实实都在人道。那天道有阿罗汉，有菩萨，在那边亦有度这些有缘的众生。三恶道里头亦复如是，亦有佛菩萨罗汉在里面。但是以佛的身份教化众生，那确确实实是在人道。所以人生难得。得人生最可贵的就是遇到佛法容易觉悟，他这一觉悟呢，那这一生就能够超出三界，永脱轮回了，那自可贵啊。如果得人生没闻佛法，或者闻了佛法不能够认真的修学，咁人生有乜嘢可贵呢？同其他道众生实在讲冇两样啊！闻法觉悟，认真修行，往生净土，呢一生成佛，咁呢个身实在就太可贵啦！咁喺我哋呢个世间，正话讲咗，得人生好难，我哋得到人生啦。问佛法难，我哋亦问到佛法啦。但系我哋所问到嘅佛法，唔系佛直接为我哋讲嘅。所以我哋听咗唔会开悟。我哋喺经典里面睇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嗰一部经仲未讲完，就有好多好多开悟啦。
好多好多正果啦。佛说法嘅善巧，佛灭道之后，呢啲弟子代代相传，无论喺道业学业，比佛系差得太远太远啦。难怪我哋听咗仲有好多疑惑，咁边度能开悟呢？而家遇到呢个法门，咁实在系大幸。又听讲阿弥陀佛而家喺西方极乐世界正喺度说法。各位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实，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跟我们说，阿弥陀佛的寿量是无量寿，无方法算得出来的这个数字。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示现成佛，到今日有几耐呢？你经常讲至十劫啊，无量寿同十劫一比较，哎呀，那个世界开张冇几耐，我哋要去啦，正系时候啊！将来喺西方世界都系元老级噶。人哋问你，你系乜嘢时候到极乐世界嚟噶？阿弥陀佛成佛十劫，我就嚟啦。所以呢个无量寿睇十劫啊，嗰啲真嘅系啱啱开始冇几耐。所以呢个系时节因缘嚟讲，非常非常嘅殊胜。呢个机会我哋一定要把握住，决定不能够将佢轻易放过，咁就啱啦。咁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喺《无量寿经》上赞叹：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亲自听阿弥陀佛说法，边有不开悟嘅道理？所以古人讲啊：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如果我哋真嘅明白啦，真嘅清楚啦，咁一定系万缘放下，死心塌地念呢一句佛号，依照《弥陀经》嘅方法嚟修行，我哋呢一生决定往生，决定见佛。见佛做佛的弟子，时常亲近佛，上随佛学，边有不成就的道理？再看底下这一段文，复次义有现在，这个义有有世界有佛，今现在说法。咁啲单单讲咗两个有同现在说法，呢个现在呢四个字，两个有同呢个现在呢四个字，劝信罪也。我哋嘅信心呢，确确实实从呢两个有从现在说法生起清净强烈的一个信心。世界明极乐，劝愿罪也。这个世界太苦了，苦难实在太多太多了。
事事都遇冤违啊，事事都是障碍重重，古人常讲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呢句话喺我哋一生经验当中，细心去体会，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所以呢个世界苦难太多，尤其系现代呢个社会。咁听讲有极乐世界嗰个地方冇苦难，冇障碍，咁仲唔愿意去咩？以前唔知道有咁嘅地方，依家知道咗，而且佛陀我哋讲呢个地方唔难去，只要你想去，只要你肯去，人人都能去。所以呢一句是劝喻，佛号阿弥陀，劝持名妙行罪也。有佛号阿弥陀，当然阿弥陀佛亦是劝喻，那个地方有一尊阿弥陀佛日日在那里说法，那些是我们非常向往的，能够成就我们的学业道业，他的方法就是叫我们念这一句佛号就得了。所以这个佛号跟他排在这个信愿行这个行门上劝行，阿弥陀聚佛说法聚法，现在海会聚增，这个福赐那是第二个意思。前段是这段文不长，实在讲只有三句，这个三句配在信愿行三资粮上，亦可以将它配在三宝上，这个三宝就是佛法僧。阿弥陀这个是佛，三宝里头的佛宝，说法这个是法宝，佛说法当然有好多人听，这些听众就是增宝，这个是一个和合的僧团，佛法僧同一实相，这个是具体。实相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，十法界依正庄严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，所谓是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从此起信愿行，我哋依照前边嘅理论事实，生起信心愿心，执持名号，
求愿往生，这个是本经的宗旨，亦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这部经的用意之所在。信愿行成，成就成就，我们有真实的信心，对于这个事情决定没有疑惑，我们有强烈的愿望能够舍弃身心世界，一心想见佛，想往生。这句名号二六时中不间断，这个三件事情成就了，必得往生。这个必是非常肯定的一个字，决定没有疑惑，见佛闻法，我们的心愿就圆满了。咁呢个系罪用，唯一佛界为所缘境，不杂如是罪教相也。教学，教相就系教学。呢一个教学同释迦牟尼佛平常啊，对大众的教学不相同，因为世尊讲一切经论内容好广好深，有事有理有性有相，所以你这个心里头所缘的境界非常深广，这个法门非常单纯，只愿阿弥陀佛，以佛为所缘的境界，唯一佛界就是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一切放下，通通不攀缘，不缘于事啊！这个就是不夹杂了，亦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正念，这个是真正的清净，无比的清净。所以从教这个教学来讲，那些是49年这个任何一会的教学都不能同这一会相比。燕略而周，燕略是简单，言语不多，但是他的意思非常的圆满。周就是周圆而无欠缺。咁到呢个地方将罪分介绍过啦。下边就是本经的正中分。在未讲经文之前，大师在正中分的开端有几句话同我们讲：信愿持名，
一经要止。在这个细字里面住的就是正中分。信愿为慧行，赐命为行行，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，品位高下全由慈明之深浅，故慧行为前道，行行为正修，如木竹并运也。牛尔大师这几句话亦是古人所无讲的，同三经的宗旨完全吻合，难得他为我们末法的众生发明出来的。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跟我们说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？这个讲得太清楚了，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。你是不是真信？是不是真想去？真信真想去就能去得成，就能往生。咁西方世界前面介绍过，有四土三辈九品，品位嘅高下呢，咁就喺念佛功夫嘅深浅。我哋特别要注意慈明至深浅呢一句，由此可知不在乎慈明嘅几多。有人一日念过二三千声佛号，有人念二三万声佛号，甚至有念十万声佛号嘅，嗰啲係慈名至多寡。佢唔係多寡，佢係深浅。如果一日只念十声名号，佢嘅功夫深，確实能超过嗰啲一日念十万声佛号功夫浅。真能超越。浅深从哪个地方看呢？功夫浅的人念得虽然多不得力，里面又妄想夹杂，这个是古德所谓的恨破喉咙也枉然。那个念佛念得很勤念得很多的古德看到摇头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可见得呢是要在心。咁由此可知这个心呢实实在在来讲呢，信得心愿心，信心愿心来这个佛号句句都深。一日十万声佛号点解不得力呢？信得浅愿亦浅，仲唔想到极乐世界去。呢个係花花世界，呢个贪嗔痴慢仲未了。所以虽然念得多功夫反而浅，呢个係我哋必须要知道嘅。
咁除咗呢两句系非常非常重要之外，咁大师喺呢度明白开导我哋，信愿持名叫三资粮。用现在嘅话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嘅三个条件。呢三个条件一定要具足。牛奕大师同我哋解释呢一部经，就系用信愿行呢三个字。罪分里边系信愿行，正中分里边仲系信愿行，流通分里头啊，亦复如是。呢个系佢老人家同其他祖师大德啊，呢个解释《阿弥陀经》唔一样嘅地方。呢个系佢嘅特色。信愿呢就系为，持名就系行。呢句话讲得非常之好，因为好多好多人呢对于念佛人产生咗好大嘅误会，认为念佛人都冇智慧，疏忽咗波耶。念佛念得最好再好，顶多得一啲定咋，经常有嘛，一心不乱，冇讲到智慧啊。点不知牛奕大师喺呢度同我哋讲，你哋深信切愿，呢、这个就系智慧啊！文殊菩萨智慧第一，舍利弗尊者亦系智慧第一，佢信佢愿啊！所以呢个信愿从边度生嘅呢？从智慧里面生嘅。你有信有愿，换句话讲，你就具足咗圆满嘅智慧啦。唔系大智慧嘅人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。所以佛特登叫住舍利弗，前边仲挂上个文殊师利菩萨，持名为行行，行行是福。所以念佛人信愿念佛是福慧双修。我哋呢个世间人想修福修慧，福慧要点样修法？念佛修嘅呢个福慧系世出世间第一等福慧，冇人知道。第一等的福慧从什么地方显示呢？心浅，你这个信愿持名心，福慧就圆满了。念佛当中有怀疑有夹杂，我们所修的福慧就少了。这个是真实的福慧啊。所以大家不要怕自己无福，念佛就有福了。所有一切法门里面，这个法门最容易，不但最容易，
而且最稳当。唔单止讲你来生有大福慧，依家呢一生你就享受人哋享受唔到嘅福慧。慧系乜嘢呢？系样样明了通达，样样不迷啊，各异不迷啊。这个是智慧啊，样样都清楚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既然不迷清楚，当然你不会做错事，你会做得恰到好处，就是你的智慧。念佛人有慧，有福呢，福是心地清净，知见正确，正义不邪，正义不掩，这种人有福了。或者依家人一讲这个福报，马上讲得好现实，那个生活点好呢？你如果真正念佛，佛菩萨供养你啊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前面虽然讲了，我还漏了这一点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应当住世100年，他80岁就圆寂了，还有20年的福报，供养娑婆世界，至少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这些学佛的四宗弟子，我们享受他这20年的福报，享不尽啊。奈何好多好多的人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我有一年在基隆大角寺霞安居的时候，结霞安居灵愿老和尚请我去讲楞严经，那个讲堂呢正好在天王殿的隔离，天王殿供护法神，天王殿的后面就是韦陀菩萨护法的。那个时候讲经都在夜晚，我住在台北，每日晚上到基隆去讲经，讲完经还回来。我就同呢个寺院里面嘅人讲，因为听众都系以出家人为主，嗰个时候大角寺非常难得，有40几位出家嘅男众，所以男众道场喺呢个台湾北部啊，咁佢算系第一个啦。灵路亦非常难得，灵众共修。咁我就劝大家啦，呢个寺庙少做佛事，多念佛。寺庙嘅财源生活靠佛事，我劝佢哋唔好做佛事。咁冇收入点好呢？护法神佢要管呢个事情㗎。如果真正呢啲人喺嗰度修行，讲喺呢度冇道量会饿死。我讲嗰、那个韦陀菩萨要撤职查办啊！佢做乜嘢噶？你哋今日唔相信佢，自己要去做佛事搵生活，韦陀菩萨睇睇先啦。你唔要我护持，干脆我逍遥自在，佢去游玩去啦，根本就唔喺嗰度。
这个是事实、啊、所以不必担心度量，不必担心生活，一心办道，福在其中、啊、你一定不会受冻，不会受饿。你看自古至今中国外国，你什么时候听到哪有一个真正修行人饿死的呢？没听讲过。唐朝道宣和尚，这个是我们律宗的开山祖师，他一日食一餐，这个是修戒律的，过中不食的，他这一餐饭天人供养，这个是历史上记载的。他亦不需要托钵，亦不需要信徒送来，天人供养。所以这个是真实的。自自然然呢，这个佛菩萨护法神找那些护法送来，不用你去操心的。这个字是正确的。但是很多人啊不相信啊，信无啊。所以他那个信佛半信半疑啊。不能深信啊。所以愿呢亦就不切，那个念佛呢亦就有口无心了。所以念佛的人好多，往生的人少，原因在这里、啊、不是经不灵、啊、不是佛号不灵、啊、经和佛号是真灵，你不相信就没法子了。所以相信的人心清静，对于生活一点不忧虑，一点牵挂都没有，根本就不问听日，听日仲未到啊，急乜嘢？这个字是真正学佛人。所以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，所以真正的福慧，这个世间人啊，为生活操心的福薄啊，无福啊，日子过得好苦啊。所以有福的人不操心，一啲心都不操，佛菩萨安排，这个几自在。咁最大的福报，最殊胜最难得的，是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，往生净土，愿成佛道。咁呢个福报，实在讲系诸佛菩萨所羡慕嘅。我哋呢一生当中都得到。世间人知道呢个求福求慧，不知道到哪里去求，不知道怎样去修，真正可惜。那底下还有两句，为行为前道，行行为正修。这两句的意思不难懂，信愿是个动力，我们自认真去念，所以深信切愿，一个人自自然然就精进不懈了。所以这勇猛精进这个力量就是信愿。请看经文，舍利弗，彼佛
何故名为彼土？何故名为极乐？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牛宇大师将呢一句判做正中分嘅开端。开端是释迦牟尼佛提出一个问题，叫住舍利弗。这个经中凡是提到名字，提到这个当机的人名字，是提醒他注意，叫他名字，他就好注意了。下面就有好重要的话要讲。呢各位以后读经的时候，只要睇到前面有佛叫某一个人，下面的开示就非常重要啦。所以特别提醒佢：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呢个极乐世界点解呢个世界叫极乐？舍利弗冇答复。呢个经里头，自始至终佛叫住舍利弗同佢讲，舍利弗一句话亦冇讲过。点解冇讲呢？呢啲係佛嘅境界，舍利弗未成佛讲唔出嚟呀。所以本经自始至终係如来果地上嘅境界。佛係将果地上呢个境界攞嚟做我哋因地修行嘅依据，所以成就就同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咁至系真正不可思议。舍利弗不能答。佛只有自己嚟同大家说明啦。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受系享受，嗰、那个世界嘅人所享受嘅为乐无苦。我哋呢个世界嘅人所享受嘅，佛将佢归纳起嚟，一共有五种受，五大类：苦、乐、忧、喜、舍。生有苦乐两种嘅享受，心又忧喜两种受。如果讲是身是无苦乐，心无忧喜，这个状况就叫做舍，通通舍掉。所以讲五种受，舍受有，但是它不长久。假如舍受变成长久了，咁就得定啦，所以舍舍耐啦，就得定啦。呢个舍咒，如果系永恒嘅舍咒，就叫三昧。好可惜，这个舍是短暂的，不长久。一阵间他又起来了，苦乐忧喜又起来了。所以纵然到这个四禅天、四空天，我们讲的四禅八定，这个四禅八定呢，仲是属于舍受，它不是永恒的，
就是讲飞上飞飞上天，这个是我们三界六道里面最高的了。它的定能够延续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还是 有期限的。到了怎样呢？到了它定就失去了，它那个苦乐忧喜又现前了，所以它属于舍受，它不是三昧。三昧翻作正定，它不是正定，所以一定要到阿罗汉。阿罗汉这个定功再往上提升一级，叫九次谛定，超越三界了，那个就不会退转了，咁就永远舍，永远舍，咁至叫三昧，至叫真正正定。呢、这个八正道里面讲嘅正定，所以三界六道里面冇正定，我哋讲嘅禅定，通通属于舍受。咁极乐世界苦乐忧喜舍都冇啦，咁至叫无有众苦。